乡亲啊，日本的贩卖机无奇不有，今天来挑战这款熊肉咖喱。这个北海道来的熊肉哟，一罐来千六啊，400块台币啊，帮大家试看看。最后一罐好像很抢手嘞，用这个罐。哎呦，冰的呢，一罐400块的熊咖喱，真正是熊肉呢，不好笑呢。后面的原料就是熊肉啊，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带回台湾，马上开给大家看看。开罐器吧，阿婆呢？出国没有带开罐器，你出什么国？谁开罐器啊？开罐器呀！我们回饭店再开吧。好来，今晚就来开箱试吃看，哎呦，一开就有浓浓的咖喱味跑出来呢，闻起来就是一般的咖喱味啊。哦，加口呢，这个咖喱很浓稠，这把我不了大地嘞，下大地，吃看麦。熊肉，我之前购买吃过熊肉，你讲是台湾黑熊啊，还是台湾鲍鱼嘞？哎，蛮好吃的嘞！哎，蛮好吃的嘞！原来这是熊肉，我以为很腥哎。你不说这是熊肉，我还以为是牛肉干。一般市面上卖那种熊肉，都是熊宝贝的味道。它没有哎，它是咖喱味哎，很特别。我刚才台湾黑熊应该买别开掉。嗯，干我姐姐。喂，大鱼啊，喂，喂。影片结束啦！好想看吗？还想看是不是？记得订阅跟记录哦，以后有新影片就会通知你哦。记得小铃铛也要打开哦，订阅给它按掉去，快点！我们一起迈向第二个频道百万订阅，跟记得记得耶！一个不嫌多，两个恰恰好，三个也不嫌少啊！按下去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订阅跟按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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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按下去，没关系啊。下去，订阅，看下去，母亲看。